大家好，我是倩。今天我们做腿部柔韧和腹肌的练习。我们先把左腿向侧，右腿在左腿内侧，我们压旁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5、6、7、8，换边。7、8，现在我们侧卧在垫子上，向上踢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我们把腿吸起来，伸上去，做8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我们腿向前向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换边。我们先向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吸腿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后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现在我们手和膝盖撑地，然后右脚向后抬起，脚尖向下，
左手伸出去，用左肘够右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边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把右腿向侧抬起，然后再向后伸出去，做八个。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边。二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坐在垫子上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在左腿内侧，我们向前压两个八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换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把左腿放到右腿的右腿放到左腿的外侧，然后我们转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，现在换边，左腿放到右腿外侧，转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把右腿放在后面，再向前压两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
换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两个腿向前，我们构住或者用毛巾拉住，我们停四个八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们现在躺在垫子上，向上抬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边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膝腿向上做八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边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我们做侧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换边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现在放松。我们做一组呼吸训练，我们坐起来，用两个手指依次按住不同的鼻孔，然后右边吸进去，左边呼出来，我们做四次，右边吸，左边呼，先把两个按住。然后左吸右呼，右吸左呼，
左吸右呼。放松，谢谢大家。